来看到这个桃园，桃园市今天有哪啊决定要对着传统市场来进行这个身份证买所分流的这个做法。另外，针对讲有一个为这印度一个专机倒转来台湾的查甫人，其中隔离十四天了后，即马各方人要求爱国隔离问题，市政府表示讲也够得了解。桃园市长陈文灿31日继续公布桃园疫情，以下龄专区11间接种病院，这两天完成医护的专属注疫苗，而且欢乐传统市场正做防疫的抗棒。陈文灿表示，已经甲新竹市长林智坚联络，讨论出桃竹苗共同实施市场分流管制，即日起桃园所有传统市场以身份证买所进行分流。身份证单数，那么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天才买身份证双数，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才买。因为一名坐印度专机回来的十个人集中隔离十四天了后，又收到再次隔离的通知，引起防疫隔离混乱的讨论。对此，桃园市政府表示，专机的隔离是由疾管署通知的，地方政府又开了解除隔离的通知，目前正在了解情况。他们的隔离书是由地方政府来开设、开立。那如果解隔的话，就解除隔离的时候，也是由地方政府来开立。那我们这个开立的理由是我们接受到，上级的指示哈。所以目前这个现象我们还在了解中。此外，台湾产业宣布，公营的户外汽机车停车格改做假日无收费，鼓励民众假日无出外。也强调，早期收费是为了促进周转率。現在三級管制期間假日免收費。記者綜合報導。